的班级的阅读上是已经统计出来了。好，首先公布第五名，第五名是二年八班。第四名，中安二年二班。第三名，也是二年二班，不过是本部的。接下来是第二名了，第二名中安二零一八，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一名了，第一名是哪个班？好，第一名二年四班。中安二零二班杨慧君同学，请起身接受同学的掌声。最佳指挥第二名，二零二班陈颖贤同学，请起身接受同学的掌声。最佳指挥第一名，二零四班王嘉荣同学。那我们今天的二年级的班级阅读赛到这边正式落幕，各位同学的表现都很精彩。好，那谢谢各位同学的临时练习，谢谢各位老师先生的督促。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刚